董事长好帅，谢谢，谢谢，就也好听。素颜分开旅行，对，这首歌很好听，就小时候会经常会听。就一个夸我之后，就一定要夸他，这个我已经懂了。不用夸，不用夸，不用夸，都是自己人，好吗？不用夸了。我们玩这个好吗？我打你啊！打了，舔我了啊！重来，逃三次你就死啊！我的哦，哎，你放好，放好，嗯，放好，嗯，对，放好，放好啊！那我了，哎呀，没打到。没他是最好的，对，我们好无聊啊！谢谢，他已经出道了。没有，可以跟噗噗玩的。那猫也被我打飞起来了。跟噗噗打架，我他会那个抓我们。我就知道你会说亲一个，所以提前亲。对，因为在你们就是想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亲。我已经预判了你们的。对。对我的手啊，不肉啊。我手很小，我们家遗传就是手特别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手比我小。对，我的手特别小的，可是这样看就不小，然后只要伸出来就很小。摸了。对，我手指真的很短，所以我一般都不会全部伸出来，就是臂短。对，就是把噗噗四个脚全部都粘上那个胶带，就那个胶水，不是胶水，就是那个快递单。对，快递单。对，然后它就会封掉，一起吧。这已经潮了，但我脚也比较小，我脚40，对，我脚40.5，对，他脚，所以我们俩脚差不多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我的手很，就是手掌很小，对。然后算命的说没有拍视频，算命的说我什么？说我像女孩子的手干不了重活。手指短没关系，那个不短，那个可长了。对，那个不短的，那个能通到我这里，你知道吗？神经啊，这种太夸张，就是夸张啊。那你想说什么？他们想我呢？这种就一看就是很夸张的。哎哎哎！啊！现在妮可，现在妮可先开的，我没有，是不要听他扯，对，他就很喜欢扯。我又被他打嘞，下播了我肯定会又被暴打一顿，对吧？也没有吧，只会亲一下。表演一个吃冰淇淋，不要怎么发出那种声音。哦，好。嗯，好准。Kiss please。July, I think I can go all night.
见。